我们接下来要画第一张图了，第一张图喽。请问一下，这才是最正确的数据清理完的结果，有日期在这边，是不是每一笔记录都有日期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接下来，对，县市别我忘记做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下午的时候再来画地图，再来做好了。因为那个上次我在桃园医院的时候，他帮我安排在地下室，地下室是网络很不好的地方，可是唯一这里面有几个是一定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才能画，地图就是其中之一。好。刚好我们这边在好像很高楼，六楼，对，六楼，所以没有那个网路的问题，所以等一下是可以画地图的。可是，请问你地图上面有没有这个县市？就是新北市板桥区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可以单独新北市，然后。再画新北市里面的好像30个行政区，它是可以分别这样画出来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修改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画的第一张图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画就是各年，各年哦，既然是各年嘛，应该是全国的指标值。可以吗？有听懂吗？既然是各年嘛，我们就暂时先不画那个什么各医院，也不画各行政区，那个业务分区那6个区，我们画各年的全国指标值，把它加总起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。算一下，就是各年的一个全国指标值，这个同药理用药日数重叠率，这边等一下我还是要加一个东西叫做，因为我现在算的是降血压药，所以我还是要想办法在这边放一个降血压。以有别于，到时候别章再画的是别个，否则的话大家都是叫同药理用药日数重叠率，这样的话是不是根本就看不出来？好，首先第一个，请问你先猜猜看，它应该是往下，还是就是逐年这个重叠率是下降还是上升？逐年知道吗？也就是从2011到2021，它的这个重叠率，平均的重叠率应该是下降，对吧？对，要对我们那个大有为的政府有信心。对，因为一定有在管理。我问你，你觉得那个数据都释放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一定是在下降，这样听得懂哦。只是怎么下降，我们来去了解。举例来说好了，例如说好了，农委会什么牛肉进口牛肉，是因为需求有需求，我们才需要进口嘛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牛肉进口，你觉得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下降？一定是增加，才会变成是问题吧？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日数重叠率，这个一定是在逐年在下降。然后只是我们来看一看，是各六行政区它的表现又是怎么样，这是值得我们来去看的。好了，所以各年这个用药日数重叠率的分析，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，来，空白第一空白地方，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没必要做的动作，可是怕就是怕你不小心万一点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又再去点了视觉效果，这样就跑掉了。所以，一空白地方点一下。二，
群点，我觉得最容易看的图就是群组直挑图，所以请先点这个群组直挑图。群组直挑图知道吗？然后这个群组直挑图，剩下就你就用勾选了。你看里面可以放轴，轴就是 X 轴，直就是 Y 轴。好，图例好，以此类推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想要做的是各年的全国指标值的一个变化情形，所以先勾日期，没问题吧？勾日期，因为我要看各年它的一个变化，所以一，请先勾日期。当你勾了日期，因为它是文字，它是文字类型，所以它会放在轴这边。那我们的值只能放数字，那就是放什么？全国，全国。可以吗？可是这个图是不对的，这个图是不对的，因为这等于就是说，假如该年度很多，好，就是你想嘛，这重叠率怎么算出来是50、60，这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值，就是一季里面那个50、60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当你画完这张图，你要稍微去思考，这它用的是加总，其实应该用平均来看，平均，也就是说这个值，这个值有看到吗？刚刚你是不是点了全国指标值？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值改成平均，而不是加总，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个值，只有值才有运算，也就是你可以用加总，可以用平均，可以用最小值、最大值，所以请点选平均，这才是比较正确的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左边？左边就是大部分以不超过2%为原则，大部分以不超过2%为原则，可以吗？而且近几年从哪一年？2015年开始就已经低于1/1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然后接下来逐年往下降，我现在一直在讲现象，而且这个就是成效，这个就是成效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管理成效。这就是管理成效，而且逐年这样子在下降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2021年它稍微微微的微幅上升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就叫震荡了。如果说它今天，如果它今天变成3%、4%，哦，那就不是震荡，那就是上升了。听得懂吗？好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2021年的资料不完整，所以通常我们会不予计算2021年，对不对？还有特殊期间，例如说，我这边我真的好想写，看谁可以就是找我们来写这个计划，就是可以去申请钱。疫情期间，这六种药的一个那个用药日数重叠率有没有改变？请问一下，你觉得是下降还是上升？我会猜可能会是上升。你知不知道疫情期间有很多人睡不好觉？听得懂吗？而且这六种药里面，你觉得？我就是常在想，为什么我会有高血压？因为你知道那个压力跟血压，你觉得会不会有关系？还有剩下三种那个什么思虑失调，
知觉忧郁症要的，其实你不觉得其实都跟生活压力其实都应该有一些关系。好了，这是值得我们来关心的一个话题。好。